从屁股朝上的面在那里玩。应该不行。嗯。黄小姐，你要自己在家里带小孩吗？啊，怎么是少了？上次不是一，上次不是2000多吗？对吧？嗯。现在涨到1900，我都有在吃。没关系啊，这边会有误差啊，1900到2000之间，不用担心啊。这一台跟那一台，它机器不一样，它量起来它可能有一点误差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量这个本来就会有误差，这个误差啦，啊，所以其实你不用很 care 啦，好吗？那就是现在大小是吻合。